机灵。机灵。你妈来家，为着去门头，我不用好为难。正拄好，你也来买衫啊、哦？对啦，啊，伊恩出去以后，伊的工作会该安怎？真好啊。要订婚啊！啊，我是安生吼，要有安平来做我的花童。啊，若是伊恩回我状况袂歹，干伊请伊恩嘛来做两个人的花童。安尼吼，因两个人对应会到一对呢。天天都爱，还佫有欠阮少爷，过去用钱照顾我。可是阮伊恩若是当做恁的花童，哪里一点算欢喜？志玲。卡叔讲你若不方便，买勉强无紧。袂啊，是点我袂勉强啊。彩轩，安定的订婚典礼哦，若是有其他的所在需要到三工的，你甲我讲，我会尽量啦。多谢你，我若需要到三工的所在，一定甲你讲。叫门少爷，彩轩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你甲伊结婚了后，你得好好对待人哦，而且。你一定要给他很多很多爱你，啊，不然这个姊妹伴是不帮你算的啊。看志玲这样，他好像已经从对建文的感情放下了。听到吗？你要对我较好的，啊，如果我的姊妹伴求你算小哦。我知啦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去喝下午茶？我已经有订位啊，时间也差不多。姐，我先来走哦。叔叔他心情不好。姨啊，你莫安尼嘛，啊有可能是这位叔叔最近较无闲啊，啊有阮陪你耍唔同款，较欢喜啦哈。阿叔我等志玲。妈咪你回来了。是啊。志玲，啊恁来买个大包小包，这是要买个永康跟妍的玩具啦。来，来拿玩具。你要说谢谢姑姑。谢谢姑姑。妈咪，我不想要玩具，我想要见我叔叔。妈咪，你是不是跟见我叔叔吵架？不然见我叔叔都没有来看我。啊，燕，啊阿姨，有话要跟你妈妈讲，你先跟永康联系好不好？永康，你带燕联系上。好。小心哦。志玲啊，我的人生是真好，感谢老天爷搁在为难你啊。志玲啊，你甲安建文搁继续伫咧做伙啊？你莫误会啦，老天爷无为难我什么啊？而且我甲建文早就已经，结束啦。哎呦，其实。你较早看我对你嘛好嘛，啊，亲像洪建文迄款兄弟，连明仔日都拢唔知影，哪有可能对任何人付出真心？阿嫂，建文唔是迄款人啦，
伊是真心要对台湾的爱我的。虽然伊今仔要甲刘彩萱订婚啊，我嘛甲伊注定是无结果，也毋过我绝对袂后悔我爱过伊。你安尼想是上好啦，阿妈会参照较早同款，爱着甲惨死，母到后壁连朋友拢无法度做。好啦，志辉，你无看到志玲心情就无好啊，莫搁甲念嘛啦。好啦，你已经无代志啊，你莫替我烦恼啊。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当甲人结婚办好袂记的，这段感情我嘛一定会当好啊。听志玲安尼讲。伊应该是爱红金盘，爱个真情。红金妹，你真正会当卖阁想志玲啊？红金妹，我今日来是有代志想要请教你。你对志玲是甚款的心态？真正是介意，即马是已经放弃啊。而且我嘛已经答应阮叔啊，爱好好对待彩萱，彻底甲志玲放袂记。阿建文，阮小妹对你感情用遮尔深。你竟然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你的感情是？是啊，安建文，爱一个人不是为着责任，嘛不是为着道义。你若真正做这决定，将来真有可能是害着两个查某呢。啊，假使讲你是真心的爱志玲，你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，卖甲彩萱订婚？敢讲你唔惊以后你会后悔？阮姐来强用我大汉。栽培我，器重我，甚至救过我的命。伊对我的温情，是比我家己的亲生父母搁较大。你若要爱我反背伊，你规气即马甲我拍死好啊！那为着阮小妹，你莫叫是讲我唔敢哦。你唔是袂用违背恁阿姐，是你唔敢。是，我是唔敢。啊，不过我是为着志玲想。假使讲我即马若亲像较早共款，只有一个人，那安尼我会当违背阮一个意思，违背伊的安排。就算讲伊要派人甲我追杀，我嘛无咧惊。啊，毋过即马有志玲伫个，敢讲你爱我目睭金金，看着阮一个去对付伊。阮一个为着维护家己人，伊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假使讲代志若变到无法度收煞的地步，是啥物负责？所以为着志玲好。我一定要把志玲找到前去。好，你安尼讲，我就相信你。也不过你上好跟阮小妹找好你。若无为着阮小妹，我唔管你势力有偌大，我一定会跟你拼。志辉，你免烦恼了。建文为着志玲的代志啊，已经阮头家将伊伫个公司的权利拢收转去啊。所以即马吼，爱无用安搭阮头家甲彩萱的心情，都已经袂赴啊，无时间找志玲啊。哥，阿姨两个有点大。啊，这补品是要放伫个家，还是要送下？我、啊。刘伟，我听着你讲最近你的身体不介好，所以哥专工买药给你补身体，一直等一下。哥，你先搞解释清楚啦，啊，想到伊两个代理啊。啊、我拄则就讲过啊，建文为着志玲的代志哦，得是着阮头家啊。阮头家真想弃权处罚伊，暂时解除伊伫公司的职务，所以换我做总经理啦。当然啦、啊，我相信咱建文甲阮大小姐订婚了后啊，我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就随时要行去啊，对吧？这嘛不是我当决定的啦。对了，有点，他说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尤弟兄，老天顶这个人心机真重啦，你家己要较注意。是啊，哥，刚刚你袂记老天顶之前安怎对付你，安怎对付咱家的人诶？你千万莫有诱拐去行黑道，
要若无爸妈，就伤心的呢。啊，而且即摆又会是馆长，你千万莫做一挂代志，让伊为难，好无？我哪有可能去伤害爸妈甲又会啦？你免替我烦恼啦，而且我哪做，拢是为咱兜好啦。哥，阿豪，你无看到我刚小妹已经讲话讲遮久啊？你唔知去泡咖啡啊？你安尼要安怎对我？给你泡啊！是。刘备啊，我知影恁大家即马拢无认同我的做法，不过当有一天我摕到我要挃的物件的时阵，我相信恁大家顶多会认同我，甚至恁会来拜托我甲恁斗三工。哥，我哪会感觉我根本无熟悉你啊？感觉你袂记爸妈是安怎教咱的？啊，过去我做遐尼侪歹代志，你是安怎教是我？敢无即个代志拢袂记啊？刘弟兄，恁甲你哦，真袂人无唔对啦。你若这么着伊的时阵，一了无注意，你就失去你家己。啊，我甲玉碧就是上好的例，你该好好考虑。好啦，我真清楚我家己咧算啥。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。你在哪？咖啡泡来啊！人哪会走去？你脚手这尔慢，人客当然嘛走去啊！看看就好了。老天爷，这人做代志专门在消化路旁，真会出代志呢！阿勇，你是馆长呢？阿一定真侪人在注意你的行为。你应该这回已经连上乌白来。你怎么没见笑的呢？你把人的面头前完全没过我的面子，你怎样做人的太太啊？你的面子都是安平给你的，那是不安平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先生，你的外婆，希望咱能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你的外婆，我希望永康，你能幸福快乐大汉。我第三个外婆，就是我要活落去。为着你，我一定要甲范伯混到底。抗癌的药啊吼，即马都控制的癌细胞吼，效果算袂歹啦。啊，什么医学上的发达，癌症已经不是绝症啦。囡仔，你想做？我看一定是癌症跟你阿叔引起的，咱要赶紧送伊妈去病诊啦。阿伯是公用场所呢，阿阮两个是同一班，阿警察有够坐阮警官自投罗网啊！拍死拍死！我的目睭熊熊无看，所以才去弄到。小鬼山，别过去！姐妹，鬼山姐妹，姐妹，陈高明那是狗跑，我的鬼山一号，你可在鬼山走？因两个是真危险的同志犯啊！你得主持正义，唔通阁暗害伊啦。为你两个死，咱不如别讲了。太谢啦！既然你袂跟我斗三工，那呢，我家己找啦。奉予你，爱你胜过一切，搁较重。心爱的，请唔通放。我的选择是你，我的选择是你。